现在，现在，公路啊。公路一万借口，那么你多过行。施主，暗鬼严明，您不可进入。叫您师父出来。这明年正是您要找的啦。师父，你文斌是你？海里是来向你问安呢？我的心力空门，了断一切尘缘。你我母子之情，差一一笔勾销。你看，出家人实在是真无情啊，连母子的情分，也会当一笔勾销啊。你今日来找我。是为何事？我是来讨回属于我的家产。出家人既然无家，又何来家产？哼！你卖甲话讲甲这尔啊好听，出为何事哩？心不贪，你若摕阮心肝的财产，何来之惊？好意暗，世上。
语，搁讲甲真顺口，我唔才要控你花条时间。你若是唔肯将家产献给我，我不就要来去官府告你。家产你若唔肯，来归还，我要去官府。告你爸占家产，你也自断。文斌，当年我出家之时，将心界田产分予各位得主。彼当阵，你也分着一份。而且，我念你是宿主的身份，将迄间厝地留予你。今日你来向我讨家产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还阁会记哩，我踏出心甲大门迄时。做的事主，我当然有权利继承伊所有的财产。卡叔公，你若是唔肯将这孝义甘的地契房产交出来，我就要来去官府告你。文斌，你千万。唔通伤害连池师傅的良意啊！三天之后，我会再来找你。到时阵，你若是无给我一个交代，你一定会后悔莫及的。行。文斌，师傅，但是要安怎？我自有道理。师兄，师父搁伫咧写批啊，卡细声咧。别去吵着师父。奇怪，师父哪会逐工拢有写袂完的批啊？今仔日已经算少啊。公路。师父，公台在此。我又搁捡唔到人啊！以前拢是公路伫咧处理我的事情。公台，是，来，这个批就麻烦你了。好，师傅，我看这个批，有的是为京城寄来的，有的是四川。广东、山东，还阁有江西，
这么多人写批给师父，他们都是写什么啊？有的是请教佛法，有的是向我请求赞助，有的是想要供养人民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为着生活中的烦恼之事，希望会当得到一挂开示啊。怪师父每天会接到这么多批，头几只的批，会聆听他的痛苦与烦恼，不可以落聆听众生万沙多何因安慰写批来说佛法，我知影这就是布施内面最殊胜的法布施。师父，对无？讲啦，你讲的无对。师父的批会当让遐个居士信心，使因远离恐怖，戒除恐惧，这就是无畏的布施。布施不是只有金钱财物，你已经了解布施真正意义了，真好，真好啊！师父。只有一封批是为浩宜安送来的，
咱家伫咧讲他人的烦恼，家己的烦恼就来咯。师父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明日临水我下山。师父，明日下山是要去倒位？好奇庵。太寿司，想不到你竟然在这等我，实在真歹势，让你久等了。奇怪，哪会加一杯茶呢？今仔日就算讲是皇帝驾到，也无路用啊！你一定要将属于我的家产交乎我。该乎你的，我早就已经乎你啊。若毋是你的，你永远都得袂到啊！哎，各位乡亲啊，各位乡亲，恁敢知影？太守司仪侵占阮沈家的财产啊！我搁劝你，这最后一届，回头时间，应该回头时间的人是你。各位乡亲父老啊，这孝义感的地客房产，拢是阮沈家的。太守司仪当初离开阮沈家的时阵，竟然将这地客、甲房客拢提走，伊是姓汤，毋是姓沈呢？伊是凭啥物提走阮沈家的物件啊？各位乡亲父老啊，恁都要替我主持公道啊！啊，这敢真的啊？太守司侵占人的家产，这哪有可能啊？敌人敌民不敌心。你敢知影你安尼是咧做口业？哼！我才唔信恁迄套咧！你是唔是惊？惊你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会起予你的信众拢听到？恁大家应该拢知影啦。太守司是连敌师父的车主，那我咧，就是因的宿主啊！恁看啦，伊已经无话通好讲啊啦！你若是唔肯将地客甲房客交出来，我就要去官府告你哦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即马念佛嘛无路用啊，佛是袂来帮助你的。是莲帝大师，莲帝大师来了，大师来了，大师来了。是伊。哪来这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坐。诸位，如今日下山，是为着要将这件代志分辨清楚。新闻兵指控太守司侵占
家山，处处乃是狂歇大风啊！想当年，我决志出家，太叔叔希望以新闻兵为家属，我勉强答应。后来太叔叔一样用心家的出题，本好一心文兵，如此的安排是合情合理，难得心系同胞连结，一再加进好出家心理，靠义相转去用他人来颠倒是非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就是安尼啦。哎呦，是啊。大叔，这间好义庵是咱沈家的家产，我来讨回属于家己的物件，这边哪有算是颠倒是非嘞？诸位。我将今日已经立下一份的遗诏，遗诏，遗诏。大叔写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公堂。是。你将好义庵修建的来由念给众人听。是。将伊交予官府处理啦！对对对，哎、交予官府处理，交予官府处理啊！文斌，你还佫有甚物话要讲呢？大叔，希望师父能替我代你问事。你放心，